如何装上 GPU 呢？首先要在你的主板找出 PCIe X6 的插槽，再装新的 GPU 之前要对准中间的线，把新的 GPU 往插槽放下去，然后双手同时推下去。如果你的 GPU 需要电源，就从电源供应器连接需要的接口，这样你的 GPU 安装就完成了啦。